要不及时赶到，那一家伙扎进去就麻烦了。哎，王瞎不会把你给拖了出来吧？不会，他是个明白人，你放心吧。不过要没有王瞎这一招，僧人说不定就放弃了。是吗？他毕竟是个孩子，单纯心软。小妹啊，用王霞这一招，大哥真的很难受。从来没见他这么患得患失过，他怕你吃苦受不住。大哥真的很疼你。我知道，大哥对我的恩情，我永远都忘不掉。好了，小妹，我就把你放在这儿了啊。小妹，顺着这条小路先向左走两里地之后，有一个飞砖窑，大哥在那儿等你。嗯。我还要去前面设卡抓你，你自己保重啊。好，你也小心。还有小妹，这个带上，用得着。好的。所长，哎，这段归我负责。你马上去三里铺，小马在这等你呢，你去布置一下。好，我马上去。三号地区发现顾小姐着轻装，持有手枪，我方三号地区，快！他刚上了车，像是要去什么地方。好，明白。我把人跟丢了，前面是个十字路口，我判断不出他消失的方向。哎，你好，梁军。单明辉吗？你马上回局里一趟，你有份口录需要重新核对。梁军，我现在正要去。你应该明白现在是什么时候，马上过来。好吧，我知道了。发现了情况，开枪为我预警。大哥，事已至此，别太难过了。一切都铺垫好了，他应该过上幸福的生活。太奇怪了，长征怎么知道小妹在哪儿呢？
他是神仙。一路上我做过很多测探，没人跟着我，在技术上你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不可能，没有确切的指向，警方不可能在小砖窑方向设卡的。会不会是小梅身上有那个跟踪器？那怎么可能？小梅是那个小武警，那个小武警。大哥，这回配合的不错，谢谢啊。可一枝花还是，这是我们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不过长警官，这次我可真是长见识了。你说跟踪器就这么大一点，我以前还真就是在电影上看的。没想到我们机关算尽，还是被长城给耍了。这事怪我，我太姑息小梅会受苦，所以做错了选择。大哥，我总是说情绪是智慧的天敌，可是到了关键时候我还是没有把握住。那就是换做另外一条途径也一样会有凶险的，是不是？但至少小梅不会送命。那二哥会不会有危险呢？小梅也不会那么傻吧，她不可能什么都跟曾仁说。可那个跟踪器显示你一段行程啊。跟踪器只会显示移动速度，他知道你是坐车还是步行，根本不知道你坐哪辆车。你想他要是怀疑了我，我还会这么自由走来走去吗？是吧？但你还是要多加小心耳力，多做些观察，如果发现蛛丝马迹马上就走，人可错判一切，也不能大意。不想再失去你们中间任何人。放心吧，大哥，我会小心的。长警官，嗯，那你就别送了。那好吧，那我就不送你了，谢谢啊。客气什么呀，我也是警察，就非你送送吧。好，好，再见，再见。庄队。我想和你谈谈。对不起，我没时间。我有权做出讯问。监控范围，我怎么知道你在监控我？你是故意甩掉他的。我只是正常的日常活动，如果这样都能甩掉的话，我怀疑你派的人监控技术是不是太差。你屡次违反纪律，你知道你这么干的后果是什么？你少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现在我是夜宵专案组的组长，当时在干什么？取证。为谁取证？为我自己。你知不知道当时我们正在行动？
长征，顾小倩死了，线索断了，这是你的责任，你别把脏水往我身上泼。我就是想知道你当时知不知道我们正在行动。我不知道。那么好，那你要为你自己正常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长征，你必须做出解释。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干你会吃不了兜着走，你会把良局拉下去。我发现杨威行为不正常，正准备跟踪他。也就是说你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就是真正的内鬼，对吗？你知道？知道的比你晚，对你的怀疑我们很早就排除了。小慧啊，老师只有到你这里心里才能彻底的平静下来。前一段时间外头闹的是天翻地覆，老师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还是犯了很多的错误。哎，看来这凡人呐，要想控制感情是一件很难的事。我多想像你一样，什么都不去想，什么也不计较，就图一个清净。可是老师现在背负着很多债，本来老师想安顿好小妹之后呢，再放手去还那些债，可没有想到小妹她现在也明白了一件事，还债这样的事啊，不能等，越等债就越多，再等恐怕这一辈子都还不上。哦，谢谢啊。围绕犯罪心理的所有学说中，对于罪源的研究是最无法忽视也是最有争议的课题。林慕凡和这个精神障碍的女孩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情感，他通过这个女孩倾注自己难以实现的父爱，付出自己无法承载的责任。他用这个女孩来解析自己犯罪的根由，从而偏执地将一种信念坚持了下去，以致他在已失去所有现实美好的处境中把自己
幻化成了具有悲怆命运的神。他沉醉在自己扮演的角色里，于是消灭了所有的恐惧和绝望，自虐般的在自己不断创造的重压下，享受着一种游走在地狱边缘的快感。不可否认，这一刻他在真实着，而悲哀的是，他全部的生活只能在这个极为狭小的真实空间中得以喘息。世上的真正意义，苏律师，真的不好意思，又让你在这儿破费。我请我敬佩的女人吃个饭，怎么能叫破费呢？哼。我发现这男人嘴甜是挺招人喜欢的啊。我甜吗？那也得看跟谁啊。我在法庭上给人辩护，我甜，那还不让法官给我轰出去。哎，对了，我差点忘了这个。什么？一个小礼物送给你的。干嘛那么客气？哟，还挺可爱的啊。我一直想着要送你礼物，但是我又没那么多钱，送的小东西表表心意。花儿，咱俩谁跟谁，干嘛这么客气？没有，我觉得是应该的。虽然它不是很贵吧，但是我觉得你能用得上。你们这种工作肯定有特多的钥匙，我觉得你把它装在上面不是挺好的吗？说实话，我这兜里就一把车钥匙，真的。那你办公室总有钥匙吧？办公室用的是门禁卡吧。什么门禁卡呀？看我带了，带了，就这个，一小卡片，然后呢，门上有一感应器，通电的，往上面一放，滴的一声，那门就开了。啊，这么先进啊？那你们家总有钥匙吧？我真对不起你，荷花，我家里钥匙一般都放门梁上。啊，那小偷要知道不就麻烦了吗？我们小区治安好啊，没小偷啊。再说那小偷怎么知道我们钥匙放哪儿了？哎，不过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小时候看那外国电影，那老外好像都喜欢把那个钥匙放门梁上。那肯定跟我一样，从小爱丢钥匙，后来干脆也不带着了。那完了，说了半天，我这礼物白送了。没，我挺喜欢的，真的，荷花，我能收到你的礼物，我就特开心了。要不这样，我回家给他供着啊。那好，你每天保证要上三炷香。行。行了，你回去吧。拜拜。谢谢你的花，拜拜啊。拜拜。哎。啊。要有空的话，我可能会去给杨松明扫墓。哦，我也正想去看看他呢。那一块去吧。好啊。那我先走了。行，拜拜啊。拜拜。哎，你慢点啊。哎。走了，走了。
喂，哎，大妈，啊，我正说，啊，你别，那个我过去接吧，好吗？哎，好，嗯，待会儿见啊，哎。出去啊？有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我就去接孩子了。小宝呢，在周大妈那儿，周大妈呢，在她妹妹那儿，所以我得过去接。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哦，没事，我走了。这款手机不适合你。是吗？啊。大哥，哦，
参加专案组的会议。好。给我张明辉。什么？让我参加夜宵专案组会议？好，我知道了。交手之后，夜宵集团会彻底的覆灭，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夜宵集团非但没有停止作案，而且还成立了新的集团，并且采用了更加隐秘的方式和我们警方斗智斗勇。虽然经过了几次交手，我们打掉了他的一些外围力量，但是夜宵集团的核心仍然是钢板一般，直到我们抓住了顾小倩。但遗憾的是，顾小倩在越狱的过程当中因为拒捕而被击毙。报告。进来。上次。好，谢谢啊。顾小倩死了，线索断了。虽然叶宵的很心疼，但是他也可以长长的出一口气。因为他也许已经知道我们是在利用顾小倩钓他这条大鱼，那么因为顾小倩死了，所以我们钓鱼的计划就彻底失败了。但是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笑到最后一定是我，因为叶宵不仅损失了顾小倩，他马上还会损失另外的一员大将。这个人可不简单啊，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为叶宵是通风报信、暗度陈仓，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那么叶宵损失了这个大将，他一定会心疼的流血。这个人身份很特殊，他是一名警察，是叶宵集团在我们公安队伍里的一颗钉子。其实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一定非常想知道这个人他究竟是谁。我来说说谜语吧。我知道长征让我参加这个会议是什么意思，他亏欠我的，所以想让我来泄泄私恨。杨威，到。你告诉我，在夜宵集团当中，你排行老几啊？到我。你开玩笑吗？你说话我也听不懂。哎，这部手机最后通话人是常老师，这部手机没有通话记录，也没有短信息。永远不留通话记录，这应该是夜宵集团的要求吧？虽然把通信记录给删了，但是还可以查出来。
局长。是。张队，我们两个可不是一年两年了，你不能这么对我，把我硬是跟叶宵联系到一起啊。杨威啊，你跟我可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是不会抓你的。你们要什么证据啊？滚！我设计引小莫回到江南投靠叶宵，但是叶宵发现了这个企图。那么在抓捕小莫的过程当中，我们和张队的一个临时抓捕行动撞了车，结果小莫因为拒捕被张队击毙，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张队为此蒙受了不白之冤。那么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正式的向张队道歉。咱俩的账以后再算。我这还没说完呢。我很快就排除了对他的嫌疑，之所以还要对他进行监控调查，目的就是为了麻痹真正的内鬼。所以说即便是张队长不开枪，小莫也不会活下来，他一定还会死。为什么？因为你杨威当时就在抓捕的现场，你是绝不允许一个小喽啰给你们整个集团造成威胁的。当然啊，非常可贵的是张队长利用自己多年的侦破经验和非常优秀的侦破能力啊，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为我们挖出了这个真正的内鬼。就别给我戴高帽子啊，咱们俩是差不多时间发现内鬼的。其实啊，没有早早对你解除嫌疑，我也不敢在郭处眼皮底下给你行方便吧。那这个账也得算。张队，你说一说你判断的全部过程。就像常州所说的，那天即使我没有开枪，小莫也逃不了，因为当时杨威骑着摩托，迫使所有人的行动都要加快节奏，而现场模拟显示，其实杨威离小莫很近。事实是，就算我倒霉，比他早开了一枪。你这只是推测。没错，毕竟你没有开枪。那所以你能不能凭推测来抓我吧？杨威，你给我听好了，没有100%的把握，我们是不会动你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顾小倩越狱之后是你接应的。其实当时我就怀疑你了，如果不是长征拦着，我会一直跟着你。我分析资料，发现城郊是夜宵集团比较喜欢落脚的一个地方，石敢就曾租住在那里，小莫也是最先落脚在那里，所以城郊对于夜宵集团来说有很多便利之处，而最能提供方便的就是派出所。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内鬼就在城郊派出所。张队，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了，我觉得你的逻辑太牵强了。你说我的逻辑牵强，那我就告诉你我是怎么验证我的结论的。当初长征在推翻张野案结论时提到了顾小倩，当时的决定是秘密调查，也就是说当时知道这件事的有梁举、长征、李雪飞和我。而随后叶宵以重出江湖的手段来掩盖顾小倩在百花谷的行动。那么知道这件事的还有谁？我拜托林汉帮我了解长征调查顾小倩的全部过程，结果发现这个人就是城郊派出所的副所长杨威。因为长征和狄雪飞在调查石敢在三里铺的住处过程中，杨威参与其中并了解了信息。我再补充说明一点啊，在场的所有人当中啊，除了我和狄雪飞以外，杨威他是最早见过顾小倩照片的人。没错，发现了这一点，我马上明确了我的判断，如果我不是内鬼，那么内鬼就是杨威。杨威，你告诉我，是你还是我？Thank you.
哎，大哥。老三，给你二哥烧点纸。好，我知道，我去办。击毙那女的，知道是谁吗？你知道啊？我也是刚知道，那是夜宵集团手下的一员大将。前两天张野被杀，就是这女的干，真够狠的呀！哎，服务员，拿点茶点过来啊！雷老大要找咱们几十哥们出来聚一聚，庆祝一下，是得庆祝一下啊！你说那个什么夜宵太不自量力了啊！这江阳是谁的地盘？那是雷老大和咱哥们的，敢上这儿作案？黑龙江那好哥们刘学，你还记得吗？多新鲜呢！那是在咱面前开的枪，杀刘学那小子也是夜宵集团的。咱得把那小子夜宵挖出来，把他干了。雷老大找咱们几十个哥们出来，估计就是这意思。哎，林老板，好久不见呢，想咱兄弟了吧？生意还不错吧？还可以。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我们几十个兄弟在底下帮忙。要走多远的路程，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天地天人我暂时高飞，谁说那是天真的语言，梦中挥舞狂乱的双手，写下灿烂的诗篇，不管有多么疲倦，超然超往世界多变迁，迎接光辉岁月，为他一生奉献，要走多远的路程，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孤独什么黑色的世界，只要肯期待，希望不会幻灭，天地间人我站起高，说那是天真的语言。